今天教大家金瓜的隐藏吃法，赶快学起来吧。来喽来喽，先不用教你咸蛋金瓜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金瓜、咖喱叶、咸鸭蛋。那我们金瓜我们就不需要给这样多，我们就给一部分就好了。还有就是金瓜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对男性，因为在金瓜的这个金瓜籽，它里面富含了很多的那个锌的成分，那是可以增强男生的精力。去皮，先要蛋洗干净后，然后我们放进水里面煮熟它。要蛋煮好后，我们先把它捞起来，然后把它切开。那我们只取蛋黄、蛋白片，那我们压烂它。我们先把调味料混合均匀，鸡精粉三分之一茶匙，味素四分之一茶匙，肉糖三茶匙。现在我们就是先开个万能粉浆，这万能粉呢，就是这个啦，两饭匙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开成类似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。开好了糊浆，把切好的这个金瓜放进去，那我们沾一沾，油温烧至180度。炸至黄金色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热锅，然后把黄油放进去，咖喱叶倒进去，咸蛋黄倒进去。咸蛋黄倒进去了，关小火，要炒到它起沙。起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起沙的意思就是把它起到变泡沫，它才称之为有起沙，吃起来沙沙的感觉。这时候把这些调味料倒完进去。然后金炸好的金瓜倒进去，快速翻炒。那我们倒出来沥干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要关注我哦，也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学到这一道菜。